第一次開波啊！跳波白色腰倒啊，但係你係咪有黑色啊？但係黑色選擇慢慢進攻啊！冇入到啊！黑色自己大波上。俾黑白色自己上啦，啱黑色六號攞籃板啦，回翻波俾出去。自己上冇入到啊，白色24號嘅籃板。入啊！睇啱啱熱身嘅籃板球同三分球都冇辜負到啊！做足準備嘅熱身啊！兩球入曬啊！冇入到啊！哇，黑色五號自己搶翻個籃板入咗啊！白色有啲疏忽啊，籃底。好靚嘅一球三分啊！阿靜太高啊！靜，好逼啊！啱啱嗰球自己帶入去。可惜冇入到，哦，又是五號的籃板啊！黑色五號的籃板好穩陣啊，自己攞完之後可以自己上翻入埋添啊！黑色都逼得好緊啊！通曬，但結果騰咗一步先射，大力咗添。Air 波啊！即刻嚟个进攻，24號攞到个 Air 波之后，即刻俾波啊！一球助攻。又系五号自己落，系七号喎今次。3秒我都睇唔到。我只見到八號咯。
黑色六號攞翻個籃板啦，好。攞開籃板，唔好再失啦。白色七號嘅籃板啊，就咁添。即刻掉波，但結果冇進攻到啊！回翻波俾出邊再做波。重新組織24-10之後，十號即刻起手三分，但係冇入到。俾黑色五號攞到個籃板啊！哇，差啲就 pass back 啦，要小心啊！呢啲波。8秒咩板啊？白色11號嘅籃板啊，17喎，翻啦！黑色2號嘅籃板啊，哦，好快要自己大波上，但結果俾人打走啊！第二球都冇入到啊！白色24號攞翻個籃板，不停猜波回波，哇！啱啱嗰下 fit 咗對手啊，自己空曬咁鏟入去啊，入啊，兩分卡。攞波去爽啲打入去啊！啊，手交手嘅傳波啊，差啲嚇親自己隊友啊！係冇啊，好波！俾一腳位啊！呢球傳球失誤啊！彈地個位置遇得唔啱啊！好在彈到對方球員隻腳出界。8秒。3。5號又爆啊！但結果冇入到啊！快啲走啦！啱啱白色0號嘅籃板啊！24-1010號又即刻嚟投三分啊！自己隊嘅0號攞翻個籃板啊！喂，打開打個爸爸，隊友起搶射波失敗，對方嘅4號啊，黑色4號攞走個籃板啊！打 high low post 結果冇 all in 啊！喂，跑啦！三分的起手失敗，對方球員攞到個波啊！係啊！一番進攻之後，黑色嘅4號攞到個籃板。時間1分鐘，1分鐘，8秒進攻，8秒啦，起身，走啦，點走啦？好啊，勉強起咗一次手 air ball 啊，俾對方24號拎翻個波啊，執到，係，好波，靚嘅呢球傳落去，
做到個轉身零號攞分啊！係啊！冇啊！三十秒。收唔到啊！喂，波曬先又出去，中間前位一直波。二十秒。頭轉身出波啊！失敗啊！進攻三秒、兩秒、一，冇入到啊！但係而家第一節完啦，13-6呢個白色領先。